原标题：明代张三丰有哪些传奇的经历？作者：暨文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周文波。张三丰，明君宝，又名权一，字福源，道号三丰，武林至尊，内权始祖，元太极创始人，龙行书法开山鼻祖，武学造诣十分深厚，元末明初人，武当派始祖。正史记载，宋理宗淳佑七年出生，14岁考取文武状元，18岁担任博陵县令，与元朝丞相刘秉忠、名臣濂溪县相识，后来辞官修道，拜火龙真人为师。张三丰的出生地有诸多争议，明史记载生于辽东益州，但也有陕西宝鸡及福建邵武等多种说法。张三丰是道家内丹祖师和道家全术祖师，是丹道修炼的集大成者，主张福自我求，命自我造。张三丰所创武学有王无山拉特派等至少17指，明成祖师，朱棣自诩真武大帝化身，北建故宫，南修武当，朱棣派吏部尚书郭金、龙平、侯章信等人率领兵士30万人大修武当山公馆，花费达千万，朝廷圣旨封武当山，于是龙虎、武当、华山、九华、茅山、罗浮诸山，道教变得十分兴盛。历代统治者对张三丰尊崇有加，元、明、清很多皇帝都寻找他，希望得到他的真传。朱元璋建立明朝，张三丰曾出手相助，主洪武夺取江山。朱元璋登基后多次派人寻找张三丰，由于史书中关于张三丰的记载有限，我们只是大致知道他本名权一，又名君宝，号三丰，辽东益州人。自幼张三丰非常聪明，过目不忘，据说他身材修长伟岸，十分魁梧，留有长须，身着薄衣，无论天气是否炎热，只是穿一件内衣，其身上确实有种道风仙骨的感觉。在他出家修道前曾做过县令，后来在终南善修道，后来他便云游四方。由于他寒暑基本只是穿一身单薄的衣服，不太注重仪表，显得有些随性，由此而有邋遢道人的称号。此外，他的饭量也很大，据说一顿饭能吃一生米，死后可以多日不吃饭，这应该说的就是道家的辟谷之术。那说到张三丰到底有多厉害，则确实非同一般。他在武当山创立了一个新的道派，也就是三丰派，掀起了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新的一页，并成为武当武功的创立者。他的武功高强卓绝，并在历史声名赫赫。他主张三教合一，即修己利人，其趣亦也。在他看来，修道之人应以追求道德圆满为基础，经过潜心修炼，他最终修的太极拳法，并从中悟出了前人所没有的道。参考文献：刘守华论张三丰的传说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，梁巧英张三丰的道与真思想，宗教学研究江守成，张三丰宝鸡行迹考，东方论坛小编，暨文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施奇阳，裴超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